欸，老鼠是不是都比较没胆？对啊，他哪会没胆啊？他以前都不敢自己。因为你聊高的时阵特别有胆。也有。哎靠！这么准？错了！那是错了。错了啦，错了。妈咪，五十是八十多度的。啊？五十怎样？到八十五度。对啊。今天买的。你夹到是哪个？不要问。对啊，到夹到去好不好？然后它吃掉了。哦。放哦。你刚刚给你点什么？错成这样。啊，我还想讲的啊，你有这么喜欢高水的姐姐啊？你眼睛？嗯，他在家也是。嗯。天气冷气吹，你还给我凉。嗯。你觉得如何？很好。又吃回来，我已经出。啊。是你的。二光不是你打的吗？你为什么都不会去找哥哥呢？啊！这两个漂亮的哥哥，你为什么找他？那你就直接去。这两个哥哥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就喜欢放晒，我想要大便。哎妈，等一下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我要大便。男生你要叫爸爸。好。对啊。哦。刚起来好难搞。哎，我没有换牌，我唬你的，因为我就是看那个碰碰胡换牌。三台啦。还有被压死了哎。这两次都没线啊，我都不敢打。上呀。到，我在冲啊。陈总。哎。你要不要等一下帮他泡一泡？放哪里去？红，他的口都摔了，打的招，红，哎呀，可恨啊！吸管不用换了。那坐下来啊！不要。那个椅子是卡比都在坐。确定你要打那边？你这样子爆发眼泪，你又给我拿牌吗？你很贱耶！怎样？害我的将牌被打出去。可是我刚已经跟你讲。
提醒你。怪怪的吗？我刚刚也是提醒你。他不会觉得啊。他根本就没认真在看牌啊。我想奇怪，我怎么不认真看牌，然后他又打了一点。讲半天，他就被笑半天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要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了，啊碰！哦哦，笑死笑死，哦啊碰碰碰碰，一个七条八条，然后一个万倍条。我是这样子哦，刚才让我摸这个鸡来，哇厉害啊，亏一下呵。真的不受影响诶，人啊咧往吼，凊彩风你看人伊降晒着，我当降着晒，起来开花，起来讲做讲我嘛。你也很离谱。嗯。你自己的牌叫牌，你自己拿手上，你不小心你有七条对。我不知道啊。那你在玩什么？我又没有在记。那是被拿牌啊，自己不知道。真的很扯，而且他还可以听牌。够好。他打掉还可以听牌。就跟他生个眼而已。嗯，在干嘛呀？哇，他也摸得到啊！哇，一四七啊，美啊，一四八块米。哎、欸，还有我还有哎、欸。自摸台。自摸台。打不了，我打西风。西风。没关系啦，就让他在这边看了。阿公，阿公手头会痛。
妹妹。嗯，拿到金箍棒那么高兴。那叫什么字呢？没有。好尖叫。嘿嘿，终于玩到了，我就是要玩阿公的。好的，嘿嘿嘿。讲好。早知道你要那个，我随便旁边拿一个给你。哎呀！你先弄个给他，他不知道我。麻烦下来。死了，会，对对，绝章嘞，绝章嘞，你听九条，六九条，啊我也是死了，因为我要玩这个啊，恐怖，你弄呗，这个我也是要猜，要碰吗？碰牌没有，再吃，啊，是，啊，啊，不错。拿好，这边拿。哎呀，这。手手伸出来。我昨晚你有没有夸张？看他的口水。真的、哦，我摸六万起啊，想说转个三六九，哦，这水呢？都在那边哦。